是在鬼泣4中初次登场的角色，因为某些原因，尼禄刚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了，后来被收养加入了魔剑教团。尼禄在我眼中是一个表面上叛逆但实际上非常重视感情的人，在我们目前版本里暂时只有两个风格定位的尼禄，分别是召魔鬼手尼禄和教团骑士尼禄。教团骑士尼禄是鬼手能力尚未完全觉醒的版本，在觉醒测试中，各位恶魔猎人连续登录两天就可以免费体验的。尼禄呢，他虽然身为教团的成员，但是他的外套却不是白色的，这可能是大家认为尼禄很叛逆的原因之一吧。当然了，尼禄穿成深色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工作需要。大家都知道尼禄经常独自一人出任务去暗杀那些被恶魔附身的人，这种任务呢被称为脏活。如果是穿教团的白色制服，可能工作上他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呢，为了满足大家对尼禄穿白色的想象，我们也设计了浅色外套的外观。除了原著的武器绯红女皇外，我们还设计了额外的武器。这个武器叫做白银侯爵，是召魔鬼手尼禄的专属武器。它的刀身由恶魔鳞片凝练而成，转动扳机激活恶魔之血注入刀身，最高级别的白银侯爵会幻化成恶魔之眼，进而强化武器威力。尼禄使用的武器是精心改造的大剑机械剑和一把同样被改造过的手枪。相比其他教团成员因为崇拜斯巴达而使用大剑，尼禄选取了更为适合自己并且高效的战斗方式。在战斗中，教团骑士尼禄定位是火系辅助，他的风格技蓄力射击强化后的被动效果是将鬼手的能量注入湛蓝玫瑰，对射击命中的敌人添加火贯穿，该效果能大幅提高火系队伍的伤害输出。而召魔鬼手尼禄在战斗中的定位则是火系输出，这个风格激活了鬼手可以抓取强大的恶魔，同时作为输出我们还原了原版绯红女皇红刀能力，连招过程中可以拧动扳机提升红刀等级，释放更加强烈的红刀技能。在鬼泣中，尼禄也是一位未来可期的强者。同样作为一名鬼泣粉丝，我个人猜测未来尼禄的实力很有可能超越他的叔叔和老爹。制作中每个风格都有自己独特的必杀技，教团骑士尼禄拥有类似魔人强化一样的过载状态。哦对，这里也想让大家猜测一下召魔鬼手尼禄的大招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很欢迎各位恶魔猎人和我们进行交流。